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矿埋站大马翻译宅啊，又来分享发音。看上面那个字 ，beach， 母狗，下面那字 beach， 海滩，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先来看上面那个母狗 ，OK， 主要不准在于 OK， 在于 OK， 就是两个 vowels， 两个母音 ，OK， 母狗中间那个 i，OK，、okay? 是这样的，以可以的以，可以的以 ，beach。啊，短音的，这是个短的音。OK， 我们看海滩 ，ea 就表示这是个长音啊。你看这个 vowel 跟这个母音哈，后面有两点，是不是？后面两点是不是表示这是个长音 ？ee 海滩 ，beach the Beach Boys。OK， 好嘞，这次是分享到这了。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，请给我一键三连。毕竟翻译的活真心不容易。我是大马翻译仔，谢谢大家收看。Grazie, terima kasih, 谢谢。